诸位请看，太后手掌的疤痕就是得过水疱疹的证据。这种病症的症状，太医们都应该知晓吧？当年发病时，太后掌心会渗出粘液，难以擦去，曾在医务纸张上便会干涸成血。若玉蝶上的黄木掌纹真是30年前太后所按下的，也必会留下痕迹。这个细节，因顾清章并不知情，想必没有仿冒到位。要检验玉蝶真假，只要查验太后掌印处的印泥，由白屑便知。你这玉蝶，可经得起一验？不必验了。这玉蝶是伪造的。你。你敢欺骗老夫？曹将军，把他压下去吧。太后为何不告诉他们？我为何要劫持你？又为何策划今日这出戏呢？张平，你不是一直执着真相吗？为何现在又不敢说？有什么不敢的？你就是去年科举时出现的那个镜湖先生，你挑唆世子，制造动荡，绑架太后，密谋篡权，种种迹象表明，你就是一个犯了痴心疯病，一心想要当圣上的癫狂妄人而已。这么说来，摩罗村和蓝府的冤情也是我杜撰的了。枯若，会说谎了，你长大了。太后，今夜皇城内的夜幽潭都将会为你绽放。你还记得那场血雾之毒吗？我在设计二品相刺杀前已经利用它完成了紫药的改良，如今毒素就藏在花粉之中，开花之时血雾便可遍布全城。你放心，吸入的人不会有半点痛苦，只会在幸福的幻想当中面带微笑，全身僵硬而死。如今皇城已遍植夜幽潭，今夜便是花开之时。就算你把毒素藏在花粉之中，也不可能操控花开。陈兄，那是什么？族里的哨子。
不好了，外面的烟油坛全开了，里面的红色花粉有毒，碰到就会死啊。啊！竟然真是这样！说的多干啥？你都这样了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这都是葫芦，该怎么办呀？这怎么可能？对错？这个错？快跑啊！再不跑就来不及了！是啊！快走！快走！不好，太后和顾廷章不见了！快去找太后！等等，大家不要慌，现在师部捂住口鼻。张兄，你不要命了？快回来！你还敢摸他？我知道了，烟油坛血袋依然是开花。顾廷章提前在土壤里埋入大量硝石，再通知他藏在暗渠里的手下放水漫灌硝石，使土壤温度突然下降，满足花开的条件。皇城里现在遍及烟油坛，毒物已向城中蔓延。要尽快想办法解救百姓。走，走，走。这前面怎么了？看着还挺漂亮的。走，瞧瞧去。哎，好像不对劲儿。哎，等一下，回来救咱们的，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，快走吧，快！大家不要怕，让师傅捂住口鼻，去帮助，快，赶紧上吧！捂住口鼻。等等，都不要跑了，后边毒气更浓。找到太后和顾廷章了吗？曹将军，先顾眼前吧，全城百姓的安危更重要。毒物已经弥漫了全城，我们先找一个地方避一避。大家不要乱，跟着我们走。学校，大家跟我们走，捂住口鼻，捂住口鼻，大家跟我们走，都跟着我们来。这边都捂好了。